家人们，你们猜猜这个是啥？为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羊它像上辈子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它咱们也没想通，这辈子让我给煮开花了。有认识的吧？嗯，这个味道上头。煮爆了。这里面这是啥呀？第一次吃啊，第一次吃羊宝宝。嗯，这个味儿冲着后脑勺就上去了。这个都被我煮成狮子头了。